徐工无人驾驶扫路机是铰接式电力驱动的吸扫式扫路机，具有路面清扫、喷雾降尘等功能。整车造型美观，机动灵活，清扫能力强，特别适用于人群密度大、人行通道狭窄的大型扫路车无法进入区域的清扫保洁作业。智能驾驶控制技术基于激光雷达、GPS 高精度定位仪等多种传感器进行环境感知，使车辆根据设定的作业路线、作业范围、作业时间完成自主巡迹，精度高，反馈响应快。工作人员可配合徐工掌上环卫 APP 实施远程操作，线上实现对设备的定点唤醒和精细化管理。双重安全保护措施，主动安全，车身采用全包围防护设计，提高安全性，安装360全景监控，用于存储车辆运行过程录像，通过 5G 技术上传云端，便于查看复杂工况运行状态及非常规事故，行驶路径中检测到行人后进行语音提醒，编辑地图绘制虚拟墙，使车辆在部分区域限速。被动安全，在0至150米的范围内，能够自动识别障碍物，遇到静止物体绕行，遇到运动物体停止，并保持不少于1米的安全距离。每日完成20人工作量。扫刷最大清扫宽度1.8米，清扫速度可达10000米每小时，配备高效风道系统，清扫效率达93%。按每日作业6小时计算，每日作业面积为108000平方米。铰接式底盘设计，转向0米，前后车架最大转弯角度为50度，内转弯半径0.7米，车身宽度仅1200毫米。能够在小于4米宽的路面上轻松实现原地掉头，解决狭窄路段机械化作业难问题。作业完成后，车辆自动返回，